大家好，欢迎您。大家喜欢就是小编的动力所在。王俊凯这几年越来越受人们喜欢，很受欢迎，不像之前那样招黑了，他的迷妹也是越来越多。就在昨天，热爱学习的王俊凯发微博向霍金提出了一个关于宇宙和未来的问题，全过程用英文提问，发音也是非常流利标准，这不得不让小编羡慕不已。王俊凯既然直接向霍金这位名人科学家提出问题，霍金呢也是过了一会便是直接回答了王俊凯的问题，并且鼓励了俊凯，说小凯以及中国千禧一代的年轻人一起展望未来真的是美滋滋，不过关于宇宙和未来就交给祖国的那些花朵了，毕竟不是平常人能得出结论的。王俊凯既然在微博公然提问，那在课堂里也是很优秀的，以前旷课什么都是谣言，王俊凯在学校也是学霸，娱乐圈也是处得很好，人也是有颜值，这样的俊凯你们爱吗？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本头条号，转发此文章，免责声明，图片引用至网络，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